不是你们太像了，你们被老死了，功劳死了，功劳死了，法师，你左右略过了，24颗哦，我那是有份的表示，他们拿到什么荣耀战舰啊，好痛哦。我是主角，小雨你变哭空了。荣耀战舰就是我们手上的啊。可是我刚才被一打就死了，他们拿什么啊？我痛、哦。荣耀战舰。他们拿荣耀战舰。哎、欸，对、欸，是为什么？什么力量、欸？就是他们手上那把。这个家里也会生绿宝石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，遗忘不要过来，我回来，我回来，遗忘不要到我们家。有人去我们家、哦，好，法师听到没有？我看，我是怕他看不到。我先进去放个东西，我尽量看，我放在这里面。你跟我笑，从上面摔下来，坏死、啊！还有十几秒，放进才可以。看我们摔，时间快到了哦。哦呦，我存了五颗，糟糕！那个铁要记得存到那个、哦欸。他们视野那么好，有，我们一直努力的在拿。哎、欸，好用，好痛啊！你拿个铁不存有什么用？我被霸凌了。我说外面的铁啦，我们一直有在拿进去存呐、啊。救命！我们红的哦，铁哦，对不起，误会。哦，一下洗哦，一下洗哦，拍谁啦？就拍谁啦？什么时候才会重生啊？这窟窿，狂死就再生一次了。好像是刚刚已经死掉，你看他们500分了，出来是会重生。等给我，对，窟窿也会重生，就是主导，中间主导五分钟。哎呦，我就要去，还是十分钟，对，会重生。他是没重生。哎、欸，遗忘现在是无敌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不能离开岛、欸，哎，对，他不能离开岛。他们现在拿了吗？说现在可以打吧，我不确定。有拿？我拿到，我要走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中间很可怕。Cover 你。那可是中间的东西要干嘛？还行，你有那个、啊、有回归石，对啊，回归石哎，没有，全部拿到金砖哎，中间没有吗？拿到金砖，哇，那会有那个被那个六组金砖，被那个六组金砖，那个那可能被对方已经拿走了，哦，有可能。来，开始要六组金砖，做个黄金圣斗士。我不要再黄金圣斗士烂透了。然后有人敢说他的坏话？完了，到哪里？中间要怎么走啊？掉下去了，直接掉下去。我有看到了哈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cover 我一下，我要去他们那边放巨币。雷霆速冲看起来好强。好。我也要学他，我要那个攻击很多，我要念招式。那怎么来？哦。雷霆速冲，雷霆速冲。哈哈。招式我们铁定哦。喊出来比较强。速冲回去。对。我讲一下。加速哇，这么快。这一次没有坐着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可以用跳，可以用跳要直接爬到里面来。跳要、应该跳到我们箱子里，这哎，环速好讨厌，敢重压一板轻是怎么回事？来，我讲一下怎么用。我看到有人被遗忘给盯住，然后这么打死，然后就莫名惨。我觉得中间好可怕，救命啊！杰伦，你有看到我吗？等一下，你看你跳一下就爬藤蔓，然后就爬上来。雷霆树上，雷霆树，你在哪里啊？对面吗？这边没看到你。用跳药，有人在试图对抗遗忘，用跳药，可以用跳药药水哦，对，然后爬藤蔓，然后就可以直接进来了。嗯。它其实最右边有那个小路可以走，对，它很多，可是这是新的，超多路的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那个藤蔓是新的，中间的藤蔓是新的，嗯，我看到有人死掉，我还捡他的装，我怎么会突然？他到底藏了多少技能啊？没有，因为一开始有人在那边说他很烂啊，被偷枪化了，我看到小雨没追，不是吗？他追我，好不好？哎，他好凶，他那个暴冲好可怕哦！救命啊！拜拜，感觉就科魔了。哎，不对，他怎么打下去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你们遗忘打下去哦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明明就躲很远，我刚刚已经走到那个石英早上，我想说啊，没事了，就被打下去。拜拜，太可怜，永远不要小看遗忘了。我去，我去放刀，你们走开。所以那个到底可以打他？哎、欸，打，哎、欸，干掉我，干掉我。哦，有分数 ，nice。哎、欸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打一百八十秒。打掉了，已经打掉了。没有，他死掉就直接复活了。
凶。OK， 每180秒可以打一次。哦，嗯，哦，啊，他们，欸，他们其实打了第一次，啊，因为你看他们有500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们打第一次了。没有啊，可是我没有看到有哎，欸，有刚有讯息上了，刚刚我被刷掉了吗？发光，等下可以注意看遗忘会不会不发光，不发，我不太确定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嗯，没有讯息啊，有那么多氢压力板呢，啊？没有，他有两次讯息啊，刚刚已经两次了。那氢压力板是有什么？第一个讯息是蓝，也是红的啊，等一下再杀死就知道了。没有红色那个是他的，有啊有啊，上面有。遗忘被蓝队所杀死，哦哦哦，白字哦，嗯，哦对白哦上面白字哦有有有看到了，哦，所以现在用那个了解了解有没有？要算几秒？哎，他们还放战神了，我觉得我们放太少了，我们有没有在放东西？阿雷哥，你冷一下哦，重进一下好了，重进，赶快放，赶快放，放要多放一点。哎呦，要打那个网遗光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。哎，我们绿宝石是不是可以换铁了，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好像已经强化了，换了，强化了不是吗？哦，换了，哎，不行，要碰到对不对？打他一下，好像可以让他知道说我们还有多久。真的吗？哦，假的？对，我刚看到讯息，靠的是哪里？头啊，正下面吧，靠近他的时候，靠近他，这他没有用，我来当偏远兵了，被魔法杀死。后面的人被魔法。哦，72秒，有七十，有有有显示，有显示，好好好好 ，good good good， 打到显示69秒，这是时间到一打他就直接死，对，好像570吧，现在570，碰一下直接死，敲一下，怎么落地哦？玻璃心，对不起，都没有人找我，哦，五十秒，五十，我也不急，怕你叫冲错地方，那想要不要放西瓜？果然只有这个岁数，578。我要换招式了，来分你一点。五十八，在骑这边。啊，掉下去了啊！简直可惜。我们有第二个附魔的吗？哎，大哥，盖啊！痛啊！不要这样。可以，我看一下。等下放，等下放，我放个西瓜。他跑到我们家。哎，有一个人到，有一个进家了，有一个进家喽。哇，他锁链装。哦，断掉了。哎，他死了。哎，锁链装哎。对啊，神奇。哎，要准备打了，箱子吧，箱子里面的吧，十秒，十四秒，好，附魔的有了，附魔有第二个了，好，好，谁被卡住了吗？他几秒？我就被打住，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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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哎呦呦，靠近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在我们这，在我们这，没有，退后，李王来了，没血了，没血了，就回那个西瓜岛在旁边。以王攻防战，打一万分了。上次应该射这边吧？哎，他们左边，在偷盖路了。有看到，看到了。不行，小心哦。哎，盖过来，盖过来啊！好烫，好烫。烫。要不要盖个巨币就可以挡了？有在商店可以买个巨币吗？没有，我在当偏远兵。哇！等下怎么在那边烧？好，你们撑着，撑着，我回家买巨币哦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知道你挡，让你来，快点。刚刚投射物而已。破盾，破盾。破盾，你还想来？还想跑啊？中间有人过去了。现在看裸装的。这个很冲哎，真的冲好多次。买几颗好？砍到法师。砍死他。电鱼。啊！哎，又来了，需要巨币。来了。我想屏障真的改掉了，个头啊！我看到屏障了，有人在喊救命。卡在指令区，知道了，没看到。是后来登录的吗？还是？有登录啊！他后来登录了，又冲了。那我 TP 八 TP 哦。好，我 Q 他看看 ，Q 他看看，是这样子吗？啊，就我看看，看看搞不好就正常了。好，迟到个10分钟，这个该 kill 一下。罚站，罚站。哎，没错啊，去指令室罚站啊。嗯，没有就没有。已经在罚站了。我爆冲哎！战神还有一颗，66秒，全部人挤在这里，挤附魔。明明隔壁还有一座。哎，杰克入侵了！杰克入侵了！杰克又跑了，杰克又回来，杰克又回来了。又没有稿子。哎，这边要，
哎、欸，又要再放个 GB 啊？再多放一个。左边呀、啊？都站成这边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有人在商店吗？全部都这个。哎、欸，一汪打他对。这个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。好，我先去。一汪35秒。买一个。中啊！我来买，我来买 GB， 我来买。哦，好。弱势方都有啊。你再摸一次，跟我讲几秒。摸他，摸他，应该剩摸他，应该剩三十二，其实不用摸，靠近就知道了，靠近就知道了。嗯，靠近一点点去。18、18、17，15秒，15秒，他们也有人想要攻哦。谁会想？对对对，射他射他。为什么这边会站的？因为你会怕。喂，哇哇哇！我被王打，我被王打。一秒，一王是十去十一点八，不用拿剑，拿空拳不就好了？对，反正你再揍他一下就对啊，他一下就爆了。哦哦，这边很棒，有西瓜，有战神，脆弱的一王，现在很强。哎、欸，小雨，我看到南瓜，我手就好痒。哦，我也是。掉去，掉去，笑他，哈哈哈，掉下去了。哎，200，快跑，你后面有人。哦，那个炸弹，爆弹，怕死，炸弹人，全队箭在他身上了，全队箭在他，咬他，咬他，咬他，嗯，哦，不要咬我，这场有特殊伤人吗？他爆冲，应该直接冲进来，咬他，还没看到，哇，这放会不会就卡在里面？好痒，哎，有谁空中的可以死的？我可以死。来，那个帮我去踩一下，那叫这边这边，你看这边有个人，他那边的左边有一我放了 GB， 好，需要踩一下。我的左边，我的左边。我们绿宝石很多，漂亮，没事没事。剑石，剑石要去掏空骨。法师看到听到剑就感触。等一下，他爆炸还有爆炸物，他应该没那么多吧？哎哎，什么东西好多？扛会。蚁王，蚁王在那边乱来啊！不是有附魔符消失诅咒？蚁王，我捡个装备啊！你不要那么生气啊！蚁王超凶啊！我不要跟你挤了、啊。Happy， 蚁王冷静啊！那GB 太多，我们也很难找。蚁王72秒。哦，我的世界下雪了。直接下雪，冬天吗？冬天了，冬夏无精啊！看一下啊，对呢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人走进来，有人走进来了。我在哪里？看到了。哦，我空中了，左边，要走中，要走中了。哦，他就是中了，哎、欸，掉下去。哈哈哈！遗忘44秒，遗忘44秒。好了，移动集合。他好强、啊，我还想要从上下面游上来啊！他装也太好了吧！中间有那个，他被盯住了，被盯住了。哎、欸，有那个有射光，漂亮漂亮，不装啦！遗忘30秒，遗忘30秒。中箭，我装不了，我通不了。遗忘自己在发呆。遗忘，我的下面救我，是救了吗？有绕过来，死了吗？会不会中？好黑哦！我跟你们讲啊，我现在在补血回血。啊！我在爆弹，爆弹，就给我哇！要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弄好了。嗯。哇！要爆弹！哇！摔死了！有几下我们点到了，我点到了。漂亮漂亮！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哎，小心哦，后面这样很炸哦！啊，我已经没好烫。哎，一拳，你顺便把铁带走啊！来不及，怎么了？铁顺便带走啊！装走，卡了。我们去进商店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出来领。那是世界好可怕，哎，我好可怜哦！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？啊，一娃，不是我。你怎么了？你们前面右边有一个岩浆，然后我受到西瓜打的回血，死不了。哇！可以远离吗？你在最尴尬的地方是不是？你是被眷顾的人啊！你有办法远离那里吗？被眷顾的人，有一个人在这边，有一个敌人。我打，我不想被打吗？哎、欸，等下被打，被打，等下，等下，家里，家里，家里。蓝色左边，啊，不，右边，说错了。他快死了。有一些。我捡到他的剑了。一王冲他啊！一王好可怕啊、哦！没关系，我死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为什么那么多
黄金在家里呀、啊，我拿回来的，中间拿回来，那个黄金圣斗士啊，每次出门拿一堆回来。二零是间谍，没什么的，他刚想拿金镐挖我们的东西，那个好卡，又在爆，又在爆。